敢不敢挑战一天吃个馆子？其实我去，这有啥不敢的？关键是我没有啊！你要你敢，我啥都有。不！大馆子，什么馆子？不要小号，胶皮馆子。Oh my god！ 这都咋用啊？这什么这？我可都答应咱家小伙伴了，今天你必须挑战成功，要不然小心心你就甭想了。那我必须挑战成功。安排早饭的大馆子吃芒果果冻蛋糕。哇！太爽滑了。午饭大馆子吃夏日冰冰杯，加入爱乐甜白桃风味零卡糖浆。咦哇这味儿也太低了，比外边卖的都好喝。那是当然了，有了这个爱乐甜白桃风味饮料浓浆，在家就能调配出各种各样好喝的饮料，既有白桃风味，又有焦糖风味，冰糖风味，每种味道都各有特色，独具风味，主要它还是零卡零糖零脂肪的，既健康又好喝。哇，那我以后岂不是天天都能喝到饮料了吗？爽啊，太满足了。晚饭炖小碗胶皮管吃芝士虾米面。哇，轻松搞定啊。哇，一级棒啊。今天吃的真是好嗨哟。